第二十三课，学校里边有邮局吗？一，课文。一，学校里边有邮局吗？学校里边有邮局吗？有。邮局在哪儿？在图书馆西边。离这儿远吗？不远，很近。图书馆东边是什么地方？图书馆东边是一个足球场。二，从这儿到博物馆有多远？劳驾，我打听一下，博物馆在哪儿？博物馆在东边，在和平公园和人民广场中间。离这儿有多远？从这儿到那儿大概有七八百米。怎么走呢？你从这儿一直往东走，到红绿灯那儿往左拐。马路东边有一座白色的大楼，那就是博物馆。谢谢您。不客气。二，生词。边，东边，西边，南边，北边，前边，后边，左边，右边，里边，外边，上边，下边，离，远，近，地方，足球场，足球，劳驾，打听，博物馆，和平，广场，中间，从，到，米，一直，红绿灯，绿灯，往，左，右，拐，马路，路，坐，白色。六，练习。一，语音。一，变音变调。地方，堤防，足球，初秋，公里，空气，中间，重点，一直，一只，大楼，打球。二，多音节词。东边，西边，南边，北边，上边，下边，左边，右边，里边，外边，前边，后边。